干我，你还背着他干嘛呀？重不重扔地上行了。行行，别装了。端木，你怎么了？你有没有受伤？赶紧起来，大家都看着呢。爷，你醒了，你没事了，太好了！多亏了端木门主，刘喜梅的案子已经结案了，也是他救了你。查案的这段时日，你也没有好好吃饭吧？为了答谢你破了此案，还救展某脱离苦海，我就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好手。什么？爷爷，你说你要做饭给端木门主吃？你说你要亲自下厨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展言，你不会是打不过我、说不过我，就要做食物毒死我吧？你真的什么都会做？醉香楼的桂花糖藕，吉祥院的杏仁豆腐，张记的合意饼，正福记的千层糕，这些你都会？这些我都不会。那你说什么？虽然不会，但我愿意学。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品尝一下吧。爱奇艺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